姐，我要拍这个，就上了。阿姐，啊，行。嗯。抖音。抖音，亲爱的，饭菜做好了，快来吃！压我腿了，对不起。哎呀，辛苦你做饭了。那我要亲一下。你们女的怎么亲嘴都闭着眼？女的，你还跟哪个女的亲嘴了？哎呦！抖音。抖音。落鸟山飞关的一天和绵天背把小提的一毛钱穿在满目龙一圈风风是你的妈妈单机和抖音。姐，我要拍这个，就上好了。阿姐，啊，行。抖音。有人。嗯，有人，有人。谁呀？趴下，赶紧。啊，趴下。这你别笑。怎么了？哎，你往后点。我的。啊，谁呀？有人。谁呀？没看见东南幺七五。没看见东南幺七五。有人。抖音。抖音。姐姐我也起来啦。抖音。我就是这条腿，这条腿最让你踩，走起路一定要摆呀个摆。抖音。是最幸运，我也回到清晨。OK, let's go. 当我听见某个熟悉的名字，我又想起了那些事情。抖音。喂！哎呦我的妈！抖音。你们想见漫画里的自己吗？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暂时变成抖音。
抖音。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抖音。抱着沙发，水月昏花，凌乱头发，却渴望像电影主角一样潇洒。抖音。抖音。哎，你给我盛碗饭，听听。你要多少？一口就够。一口？哎，一口就够。哎呀，有人盛饭真好。抖音。家里旺不旺，全看老婆胖不胖。老婆胖不胖？胖。胖你还吃，真是的。抖音。朱婷，朱婷，朱婷，朱。说吧，什么事儿？说完赶紧走。咱俩和好吧，我现在已经很后悔了。我们两个已经不可能了，我都已经结婚了，俩孩子都这么大了。我知道你现在跟谁在一起，我告诉你，云龙他不是什么好人。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他。你们两个以前是这么好的兄弟，你好意思吗？更何况他现在是我老公。我。还有，我问你，我当初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分手？云龙劝的。哎呦我的妈！抖音。我告诉你，不要逼我，逼急了，我什么都做得出来。做个红烧肉，再做个红烧排骨，谢谢。我跟你说，这个做。哎呦我的妈！抖音。学长啊，我最近看上一套护肤品，挺不错的。嗯。可是我钱不够，你可以借我一点吗？哎，好吧，谢谢。三天后，学长啊，你有女朋友吗？没有啊。啊，咋了？哎，学长，我最近皮肤状态看起来好差哦。啊，不过没关系，用这个欧莱雅男友礼盒吧，里面蕴含天然白桦树脂零添加配方，清爽不油腻，还可以长效保湿哦。哦，最重要的是，你女朋友给你买的。你是不是不想还钱？抖音。哎，辛苦你做饭了。那我要亲一下。你们女的怎么亲嘴都闭着眼？女的，你还跟哪个女的亲嘴了？哎呦！抖音。我爱你有错吗？没有。那我送你礼物有错吗？没有。那为什么我去你工作的地方送你心形蜡烛，你要打我？我在加油站工作，你想炸死我？哎呦我的妈！抖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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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妈妈，爱我爸爸，弟弟胡子太秃了，你叫我把我冰出来喽，我是柠檬仔仔我。抖音。哥哥上网课啦！嘣嘣嘣嘣嘣嘣，刷卡啦卡！嘣嘣刷卡啦卡！抖音。发现你很冒险的梦，我凭你去疯，这次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抖音。家里旺不旺，全看老婆胖不胖。老婆胖不胖？胖。胖你还吃，真是的。
抖音。